有咧，让小朋友自细汉培养健康运动的习惯，同时也发掘培养游泳运动基层人才。台南市南区校长、家长会长何正辉，今年的世长杯游泳锦标赛，就伫咧南区溪丘国小登场。今年报名非常踊跃，有来自溪丘、成功、新兴、智开、永华、日新、龙岗等七间小学，总共168位选手参赛，热烈非凡。那这次的话是南区七所学校联合的一个游泳比赛。那因为台湾四面环海，加上说有地震，还会有引发海啸的一个状况，所以我们认为说水上活动的一个游泳比赛嘛，是一个第一个除了强身以外，又是一个可以自救或是救人的一个目的啦。那我觉得说，因为夏季也快到了，那培养小朋友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使用玩水的一个观念，然后也最后也会宣导说小朋友不要去无论的水域戏水。很高兴溪丘国小有这样的一个场地，能够提供给我们各校的选手们呢来竞技。然后呢，这边也感谢我们南区校长、家长会长协进会，然后呢，热心教育，然后让小朋友发展的一个机会，然后让大家增进各校的一个情谊。比赛这天刚好也是议会市政总结算时间，市长委托我到清新前来致意。南区区长萧秀华特别代表市长委托，替所有选手加油打气。除了游泳比赛，主办单位这次也有规划趣味项目，有同舟共济和顺水推舟等，希望透过好耍又够趣味的游戏，吸引到更多小朋友亲近游泳的运动。议员林依婷、陈怡珍、立委王定武秘书萧友伟等贵宾，也拢来到比赛现场为小朋友加油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